哎，志平。嗨，学正。今天大家都在玩，然后我们在那边做苦工。是，可是这个苦工做得非常有意义。本来我们是决定要零冰桶的，这是目前最流行的游戏。不过呢，最重要的是，大家都已经了解到，零冰桶呢最重要的是要帮助渐冻人。那么重点是在于怎么帮助他。那么于是乎，我们今天想到一个新的方法，让大家体验一下。其实，当你的身体一部分一部分渐渐开始扩及到身体的其他部分，都无法动弹的时候，那个心里面是有多大的恐惧感。于是乎，我们今天选择的是把自己埋在沙堆里，那个感觉也差不多。我们就让脚慢慢的不能动。是。那认识我们的人都知道，我们两个人平常话有多多。是。今天我们希望能够在短短的这几分钟之内，告诉大家，其实渐冻人很辛苦，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。于是乎，我们已经决定了，等一下我们慢慢的把自己埋。是，但是渐冻人他们没有这个选择哦。嗯，真的很痛苦啊、哦！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哦。选择捐款也可以，对，成为渐冻人协会的志工也可。帮我们按赞的朋友们，能帮忙就帮忙。行不行啊？脸孔红了。是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想应该够了，够了哈。好，我们不免俗的制品，对呀，我们不能浪费冰，是，我们不能浪费水，是，来吧，淋吧海水。这样有点好，这样。哦，这里啊，右边。对，啊，额头的地方，对，然后，三，二。行不行啊？好苦啊！这就是海的味道，这就是大地之母。感受到大地的威力了吗？而且眼睛是辣的。All right， 眼睛现在真的不敢张开了，会辣。是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们脸书上的朋友，对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帮助大家，是，身边的人，说不定他们连基金会，或者是连寻求的对象都没有，请不要让更多身边失去关心的人，让自己埋了自己。渐冻人协会需要你的协助，更多的罕病的病患也需要你的协助。